裂开。我看到很多把到正妹的实力，真的都不是一冲就成功了。很多正妹呢是要慢慢感受你对她的心意，感受你这个人的为人。你可以先当朋友，让她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再慢慢的接近她。然后分段进行的兄弟。这版卡兹克好像很烂哎，还有什么打野比较强的、啊？乌龟、阿姆姆、死哥、雷克赛吧。嗯？这样乌龟好像太多了，时间有被点吗？卡尔瑟斯，我们有瑞兹加死亡送上的，后期基本无敌。啊！等一下，对面有卡拉丁加范。这把是一个后期大战，但对面后期感觉比较强吗？对面这种比较好啊，因为16等的卡拉丁跟16等的瑞兹是不同的生物，然后加上我们卢锡安刚好是一个后期比较烂的英雄，对这把打到后期对我们是不利的。虽然我是一个死哥，哦哦，牛逼牛逼牛逼，小闪吗？死去点掉，算超准，你有看到吗？我连英雄都能稳，我算好他要交闪了，点下去。裂开！哭啊！死去！哇！极限，极限过招这把，他一定想要吃。没有。嗯，干起来，干起来，干起来！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可以，兄弟，这是开送的意思吗？啊，点了吧，这把没意思，意思。我认为呢，打击对方的士气比刷这个野怪更重要。看起来还活着，还活着，零。好像应该刷六哎，刚刷六比较有机会炸死这个卡拉丁，重杀小啦，行，哎，哭哦，哭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双杀双杀，真的不错，血海喽，尽量走路，别这龙真比较快 ，OK。你这，牛奶很棒，他并没有在开送，他很认真的在玩这场游戏，他跟范这个配合很屌，一个人拉了四个人，让范可以无情的推这个下场，太绝了。看看李青有没有在搞怪，没有。漂亮，我也爱你。但15，碎了。说到，等等等，可以，等下我死。死去！哦，他交闪，他交闪，我就知道。哎，追不到啊，追不到啊，人了。死去！什么啊？他刚不是转大绝转进场的吗？不是、啊，他大绝转进场了。很久没听你讲故事了。谢谢拉链，谢谢你啊，爱你。哎，最近没有什么故事，最近都滚在家，不好意思。但刚刚有一个悟空交闪隐身开大想要猎人头的故事，跟你分享。啊，这把舒服了，这把舒服了，要不要直接开点啊？我觉得很适合开点，已经死神了，开车，各在各在，哎，抓到你喽，李青，好啊，兄弟，你怎么还给他踢呀、啊？我把你抓掉，再一下，再 Q， 再个 Q 啊，兄弟 ，nice， 呼呼，马上叠四神了，李青直接被我教学，无情的教育这个打野，哎，16层了，为什么多两层？下路也被我蹭到两层了。你在哭是不是啊，雷兹？
解开，完了，要下课了吗？诺贝尔最佳蓝洞奖。哎呀，雷神！哇，这个火力支援可以。没摸了，没摸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二十层了，快满了。其实还是蛮激战的，对吧？没有一定赢。对面还是有一个卡萨丁的，哇！讲完马上被削到。他、啊、会不会也进场削到我们啊？干嘛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不干！哭啊！杀死！杀这刘娜死了十一次，为什么他们快赢了？这游戏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哦，裂开！碎了，重击！我这个蓝重真的是跟鬼一样，蓝重之神。四层直接蹭起来，女真带种死哥，把女真带种他的，哎，干嘛？你想踢谁？点开！点掉，点掉，点掉，还是兵？他们轮流送啊！他想 R 三秒人、欸，他在叠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卡迪，哎、欸、卡迪，裂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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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你以为？你以为？哇，狼被回到了，但刘娜没死 哦，没有。你傻小了、啊，老子没魔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老子没魔，你这样，快点啦，去警示一下。这靠北哦，在干嘛？等下在干嘛？我真的看不懂，我真的。嗯？嗯？嗯？哭啊！打起来了，不是我没啊！嗯，没我的事，不需要啊吗？守一下，哭啊！金山。海捞蛋，我忘记喝酒了，会出门口直接炸残，谢谢拉链卡当鸟，感谢你，感谢董内，我全部炸残。我只想把他炸残。好可悲啊，悟空！我操，可悲的悟空，背上可悲的嘲笑。可怜呐、啊，你帮我打小鸟好不好、哦？嗯？干嘛踢我哎、欸？好可悲的里面。我只是想马上炸残，然后轻松拿龙，因为火龙对此刻来说很重要，而且又是第三条龙。结果我好像痛到不可思议，意外的把这个有一点魔抗的傻逼悟空给炸了，可怜呐！别打别打，会被逆转，会被逆转，真的求你！我没啊，退了，撤。哎呀！嗯，饭滚来滚去，嗯，直接狙，啊，轻松躺赢，不好，五百五百，都懒贼呀，都懒贼。兄弟都懒贼，谢谢你的五百块港币，谢谢你，感谢。